普通的人难过，伊因咧叫海蛮个不思过，就是爱求平安，求啊财。因为我参助这个，我的心是咧讲说，啊爱求全世界这个地球有平安过，那无灾难。拜敬我就是希望世界平安，灾难减少。我菩萨可能讲是你过得真紧，佮好咱着好好珍惜每一日、每一个当下，着好好把握，着实实在在行菩萨道。各位爱用心啊！人生时间并无长啊，既是修行。敬爱国在体认佛，佛的觉悟，咱明清修行最大的目的呢，就是学佛、学佛啦、啊，学佛自所行，有所行啊，才有所觉。所以咱既要学佛啊，爱学会晓伊是安怎觉悟，觉悟的来由，到底路是安怎行过来，道是安怎开开，经道理才会当设定。咱已经听法，就是爱捌道，爱向前行，修菩萨道啦，六道万行啊，入灵群啊，度众生，菩萨将凡夫来啦，咱凡夫。只要你发大心，也会当称为菩萨。所以，咱接受这个法，在人群中也是烦恼即菩提。人群啊，这就是一个人间法，成就菩萨道的道场。所以，在滚滚红尘内底。用人君法啦，普罗这条呢是大德道，因为众生成就菩萨，所以咱不离众生人君中来修佛法，这就是咱爱真用心，咱接受啦。接受佛陀教育，弘法利生，在人群啊，弘法利生是利己兼利人，因为呢，人群中都是咱的大德道，菩提大德道，佛陀教导人走入人群去，这就是行菩萨道。菩萨道的过程，尽头才是教佛的境界。这道理常常讲，所以请大家人爱去用心啦，接受这个法吼。所以修法令诸法化他，家己呢爱来净化啦。净化咱的见思行，净化咱的无明烦恼，净化掉了咱的行。那么早去哪里？要去做早课。为什么坚持都要来做早课？坚持说不上啊，是想来这里让自己的心平静。已经。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了，而且又在社会上染上很多的不好的习惯，长久下来累积很多的恶习，
听到他们诵经的声音啊，还有那个大家那种来这里早起大家都聚在一起那种念佛的声音，会听起来让自己的心里很平静。这天让我来修理啊！哎呀，这一次也要5200块。小七这样来做这，真正是无啦，之前捌做过。这样看看，我就变师傅。就是让他们见苦知福，可以来当感受到讲，哦，原来我的生活只要咱。简单啊，唔免想复杂，有变卖遐尼啊大，咱的烦恼都袂遐尼啊大，甚至咱的单纯的思想呢，嘛会当较好过去。我从来不相信有人啊会无偿的付出啊，可是我来这一年多，让我真正有去感受到一个人他无偿的在为这个社会付出，不求回报。所以奶奶修化令。做法化他，家己爱内心，爱心净化，咱才有法度化他人啊。常常讲，人间浊气真重，真污浊啦，将名俗变到实有。过去，佛陀的时代，哪有什么浊气呢？现在的时代，大家都在讲空污，那就是浊啦。啊，这个浊对倒来啊，现代有的就是浊，其实是人造而来啊，是众生浊啊，众生的见浊，众生的烦恼浊，等等啊，造成了呢。整个空间呐、啊，有天地之间浊气真重，这是佛陀2000多年前呐、啊、所讲浊世，也看到啊，本来是一块真水呀、啊，辽阔的海面呐、啊，清新。的空气，那近几十年来，观光业发达啦，人卡也真多啦，就变成了一个粪扫。看，这个不就是拢人造成吗？是啊，人的内心，那份的贪婪。也污染了大地，污染空气。也即马人已经知影爱环保，那环保呢？你要环保外面啊，未记得了环保内心。所以，咱一定爱落实在人群，人人呢一定爱修化。修行者已经了解法啦，咱已经爱修法，咱来接受这个法，道理清楚。环保呢，爱将内心自化，先自化，才会当化人。内若无清理干净，讲干那清理外面啦。永远都未干净，所以咱爱好好用心啦，咱爱好好做一个保证者，咱来赶紧来也清洁啦。大地需要经营，好好净化，不只是爱环保，上重要。咱大地呢，要赶紧下善种子，发美种子。咱就是安尼，要从种子开始，就地摊开啦，树基叶茂盛，
这都唔惊台风，也那是伫外围长筋，安尼呢，这就会惊有台风，面顶尽管无声啦，但是总是无筋啦，肺就是筋，所以咱爱保险经济吼，所以各位，咱爱真用心。佛心我们要去体会佛，我们要怎么学佛，学佛要入于佛的心灵，要行佛所行的法，这就是真学佛者。所以我们要真用心。